哎呀，这个继续回来啊，上次这个留了个底儿，那个第二章最后，这个看了个广告，然后正好这个网出现了点问题，这个他告诉我是要用这个头套去蒯水，哎呀，我天，就这个，哎，你这，我觉得比我那个直接拿头套捞虫子还要 low。那是没办法，那人家就这么设计，那就这样呗。哎，走错了，现在要去那个，对，把死虫子捞上来。，OK，又是一个蟋蟀啊，来吧，现在就可以回去这个菩，不对，不是这儿，回这个菩萨庙，对，把这个放上去。对，这顺序应该有问题。阴阳，对，木，啥在上面，啥在下面来着？有点忘了，还是得去看一下。这个在哪儿写着来着？对，在这个地方，这本书上写着的，左阴右阳。木金天火土地，木金天火土地，木金是天，木金是天，火土是地，木，火土是地。还不对，木金是天，左土是地，左阴啊，阴土是虫，应该这样，这两个再换一下就对了。还不对，木金是天，火土是地，左阴右阳。这怎么也不对呢？天和地没道理啊！难道是这样？左右换一下。对了，它有道理。因为那个什么，因为那个就是叫怎么说呢？就是他的左手右手跟你在屏幕看过去的方向，或者你对着他的方向应该是反的。OK，现在有近况的。我说这 what？ 这怎么菩萨的头都没了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我靠，他。不是，他太牛逼了吧！他把那个菩萨的头都给弄掉了，然后呢？我要死了吗？我哪里做错了吗？我知道他的这个怨恨。然后莫奇是无辜的，莫离不应该。你为什么要对我也想问你为什么要那个，要报复你的妹妹？然后呢？求求救救我！那个长得和我一样的女人，女人跟着在我后面，她现在在我们公寓里。第二章结束了。行，那我们进入第三章。然后，哎呦我去，就想打电话的时候就有信号，没不想打电话的时候就没信号。你这剧情也太狗血了吧！
对，然后又回到城里。另外一个世界的这个人不要打扰他。standoff 什么送神？门是开着的，有一个花圈，有一个帐篷。小妖精这个留道步。士吧，Toys 的道士。小友面带煞气，太损了，他是招今惹天什倒么？霉，不，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呢？贫道方才帮一位仙逝的老人做了法事，仙逝的老人却不慎把咒符都遗忘在了楼套里。小友如能帮我寻回来，贫道他的符咒给落在楼道里，这是什么鬼设定？这就是强行为了让你解谜吧？我就在对，那我肯定住在这个楼里啊。OK。那小友此去小心为上。Ominous，咦，他也说今天不吉利。咦，路走好，这个红绿蓝黄，这应该有什么用吧？对，这个在地上裂了个缝。灯是干嘛的？要照亮什么东西？这个帐篷，有个人，四楼的老人。OK。一辈子单身狗，我去，那也是不容易啊。没家庭，然后我跟莫奇去照顾他，然后他从来不说感谢。好吧，然后呢？但是我还是觉得他确实很难过。OK。对啊，那谁给他办的葬礼呢？鬼办的吗？先看这有啥。没有钥匙孔，但是打不开。这又是一个火盆 brazier。这个密码六位。OK。遗愿 OK 没有。没有儿女。但是有些人要给你，那你没有儿女，谁给你送终呢？然后我这个一辈子单身，死后还想要美女，还要给你烧个马，什么玩意儿啊？等你完成我的遗愿，看英文的，还拿走你的遗产，那你能有啥遗产呀？我就告诉你。你就告诉我，不是，那你，对，你的对死不瞑目，那你为什么非得把我也牵扯上？那你也别想好了，那谁是你？我，宁子福，我，凭什么呀？不，凭什么是我呀？说的就是你。就我的日子也不想好过。我去，你这都是什么设定啊？这有个八卦，你先告诉我凭什么？我这，我一天我这好心好意，我这照顾你一个孤寡老人，你到时候你这做鬼还不放过我？我这游戏这个价值观设定是不是也太扭曲了一点？这八卦，不知道，应该有个什么八卦密码本吧？不知道是干嘛。还有啥吗？桌上的他的照片。OK。他突然瞪我，我的天！要帮他找符，找呗。不知道密码，这又要找密码。这密码应该是四位的吧？不是，
五位的，那应该就是刚才那个吧？好像是，好像是没人。哎呦，他给我的信，不能撕的信，撕不破。2531，还是他的一个箭头，1352。1352。行。2531。到底是要按井呢？那按星，1352。哎，我是不是按错了？都不对。哎。是要拿到老人那儿去。然后灯底下照一下。哦，这么玩的，对对。856714，8567，那上面还有五，这个。没灯的时候能看到吗？这有五个，对，对，这还有一个细节呢，别忘了。1、2、3、4、5，画了五道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五道是什么意思呢？五个道，数字有啥关系呢？跟那八卦又有啥关系呢？你出来呀、先去把箱子打开，对对，赶紧打开箱子再说。8674，看是什么？火柴。那是点啥的呀？把这信点了？不对呀，点花圈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？也不对，点灯也不对，有啥能点的呢？保卫室。道士点，这也不对啊。那对哦，知道了，要去点那个老人的遗嘱。对，这，哎，这，那你这八卦怎么就是密码呢？这八卦跟密码有啥关系呢？按理说不能利用场外信息，那你有没有给我给一个什么八卦密码本啊？这八卦的密码怎么解呢？它有一个是上，有个是下，然后一个是上下都有，它是从阳卦慢慢变成阴卦。所以呢，还是说就是横着看竖着看有什么不一样吗？
提示里也没说呀，提示一下。行啊，这个继续哈。上次就是又被这个东西卡住了，然后的话就，看了一下广告啊。对，这个真的就是数笔画，它这个玩意儿，所以密码就是34456哈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凭什么是数笔画啊？你这个，难道就因为这有几道吗？所以就是数笔画？这个没办法，有时候这个。那你脑洞不一样，就是会卡住。OK， 进楼。我们住九楼。OK。啊，这不就是天上的符吗？哎呦，这符一接，是不是鬼就来了 ？OK。哇，地下18层。天哪，这去坐上地这个电梯，直接去见阎王是吧？电梯不行了。那还得走楼梯，先看这有啥。901是我吗？应该就是我。哦，那就是这个。啥意思？摁五下吗？哦，二五，哦，箭头是这样摁吗？一。352，对了，哎呦我去，奇怪的部件，像一个针，这是什么？扎鬼用的吗？一楼门是关的，然后呢？上二楼，我还是在一楼，那往下走。四楼的老头在笑。我现在我就能退出去了，就是我还是说，那我先反正先找道士吧，这个感觉是不行。给你，哎，不对，点错了 ，sorry。只找到了这一张咒符，其他的呢？一张是啊，我只能在一楼啊。这是遇到了鬼打墙啊！鬼打墙，老看小友煞气更重啊。当年你的长辈指腹为婚，按传统。怪不得呢，就是说因为指腹为婚指的是双胞胎姐姐，但姐姐被他们遗弃了，所以我就应该是他姐。对，所以姐姐才会来复仇，因为这个妹妹的她想抢妹妹的婚姻。对，这就说明了八字纯阴，一旦成鬼那必是厉鬼。对，果然是厉鬼。是吧，是因为你们婚配之际，他借着机他就回来报复。现在剧情就说得通了，就是姐姐回来报复，然后然后看看怎么解。难办，此事又为他说他有个主意，把这张挂图把这个 trigram 八卦像就按着摆放一下，还有铜镜，贫道在一卦上为你解卦。八卦，这是他说要把八卦图放在地上，然后解卦。这个是那个什么吧？这怎么玩啊？只有箭头方向能走。然后金木水火土。OK。这应该是那个花圈吧？对，这个就记得在哪见过。皇上，
红左绿六，然后这个是橙色是下，橙色是下，哪个是橙色呢？这仨颜色也太接近了吧，这肯定是红，这是橙色还是这是橙色呢？这反正水是在这儿，我先想办法把水拿到这儿来再说。对，水是在这儿，其他是不是动不了？然后把什么拿下来呢？把土拿下来，先把土拿下来看看。对，上面三个再看一眼，黄红绿。啊，不对不对，怎么绿色是在下面？我这什么记性？蓝色，哎，我蓝色怎么动了？我刚不是说蓝色？抱歉啊，这个蓝色是不动的。然后底下应该放这个还是放这个呢？红黄，这是个橙。好像还不行，我看一下这个只有他能过来，先都换一下，乾坤大挪移一下，边上是可以随便走，先把土放到正确的地方再说，这个还挺难的，你别说是不是，这个水这对了吧，红绿还有，哇，那怎么换？哎，我怎么老是搞错？这两个应该不能再动了，对，我怎么还能动他们俩呢？啊，不，黄，这样吧，对了对了，要他的生辰八字 OK。这八字也是非同寻常啊，这样吧，你拿回的那道符对你没什么用，他还要给一道新的符，在四处找找，如能找到贫道遗失的符，就找来一张，然后自己画一个七邪符，一左一右贴在门上，贴两个两侧就能放 OK，管用，我这符啊，太扯淡了吧，就说你的这个意念画就行了，你这个符画成啥样不重要，只要意念在就行。这是好办，有些阴碎之物鬼气不重，处于阴阳之间，什么手机相机，你在逗我吗？对，手机就来了，然后我就这么拿着，不是你这是你这是不凭什么呀，你这手机，智能手机才发明几年呀，你就能看到鬼，你这以后晚上大家都不敢拿手机照相了，这是个什么设定？我天，anyway，这个就应该，他就是说，
他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，就其实就你把它当个道具来用就行。但是你这个道具确实给的很牵强，你说你给我给个照妖镜，我这么一照能照出来也就罢了，你给我个手机，我凭什么能照出像来？这个应该在哪就能照出鬼来？咱们看一看啊，先进楼去，看看。在这儿呢，这一个老头儿。哦，他啥意思啊？就我就是。哦，对，就是我不能跟他碰面，我。对对对，他说他在阻挡我，那我就不要跟他见面就好。二楼有啥？那个画儿，一小胖小大胖小子抱了一个鱼，是什么？长老？然后呢？二楼也有鬼。OK， 那走这儿，然后我下楼就相当于是上楼，哇，这是什么设定啊？三楼有啥？六年号能扯下来，这是谁呀？也不知道是什么门神吗？哦，这些楼的电梯，OK， 好像没什么特殊的，再照一下，那就应该往这儿走。四楼，他这照放在，这是不是点过去就有鬼啊？苹果有啥用吗？啥玩意儿？这针又一个针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苹果上有个针，这苹果吃了就把人给扎死了？不能点他的画像，我在想点。点他的画像应该有什么恐怖的东西。他有两个门铃，必须按顺序。这又是什么诡异的设定？那又不知道顺序，就每一层的电梯都是坏的嘛。往上走，看看你在哪。这次又堵在上面，所以我们走下面。这也太哇！这怎么那么多他的画像？哇！这个好恶心啊！这密集恐惧症就得吓死！哎我的天！门上有个路，这哎呀，这层真的给人感觉很不舒服！哎我去，这个凭什么哪儿都是啊？你这感觉像是那个就是电脑病毒入侵的那种感觉，就满身长满疥疮，哎，真的非常不爽！看一下啊，他在上面。走下面，六楼有啥？还有画，又画了个鹤。这小孩一会儿抱了个鱼，一会儿弄了个鹤。五楼的是干啥来着？有点忘了。这远处有些人，手机照一下。不知道是干嘛。先上楼吧，看一下。OK， 他在楼底下。七楼是什么？只能下。哎，不对呀，这不是说我家在九楼吗？为什么只有七层啊？这捡到他说的那个空白的符纸了。那我没个笔啊，我拿什么写字呢？这什么？鬼火。这什么？也又是一个香炉。我要烧什么东西，把这符烧了，把这年画烧了。打火机在这儿烧。什么？消防栓吗？这你在啊？这还跟烟雾报警器？你在逗我吧？那这阴间的鬼火，你靠消防栓也能灭了？这是什么设定啊，我的天哪。七楼的门有啥？七楼没说是什么，有什么门是吧？然后呢，再照一下。对，往上走。八楼，对，有人。
溜下去了。哇，这是谁呀？这女的是谁呀？是我。每层这个都是一样的，门上有啥？这是个什么？小财神爷还是小？还胖乎乎的，长得挺像弥勒佛的。然后呢？哇！我的天，这是什么？谁呀？这是？然后呢？继续上楼。哇，他这个突然从右面出来，这有点害怕呀！啊，我以为他在手机里出来，那还好。嗯，我怎么又回到一楼？哇，这阵开始恐怖起来了。然后呢，我应该去追他还是不追呢？我先照一下，还是这个老头。先出去找道士聊一下。道士你没更新啊，那就还得上去。然后呢，跟着他再一路跑上去。然后呢，再一路跑上去就能进九楼了。哦，他怎么突然从楼上跑下来了？他不是从楼底下跑上去的吗？然后呢？我现在能看见他，然后呢？那我要不要过去？我过去就死了吗？那先过去吧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这样我呢？哦，然后我再上楼，看楼上有什么变化。哇！这个有时候你突然拿出手机，它都会吓你一下，太恐怖了。嗯，两边都有老头。嗯，那怎么办？我就是走哪儿是不是都是上不去？果然就掉下来了。然后呢？对，我都记住了已经。哦，那是不是要在这个门上看手机？果然，嗯。哦，他在敲门。哎，我这不是你吓我一跳，我把门的顺序给忘了，这我怎么玩啊？还重新来一次啊？哎，他还不一样吗？好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抱歉啊，老被他现在都没记住。再看一次啊，左左左右右左左左左左左右右左左左。OK， 他是变简单了，觉得我太菜了。然后呢？嗯，让他就变成纸人了。然后呢？变成纸人了。纸人有啥用吗？嗯，我看一下啊，现在还有什么？这个指针不知道是干嘛鬼的，拿着指针还是回到一层。这指针好像对鬼没用。火柴是烧东西哦，那他之前道具没消失，就说还有要烧的。这个符应该不是烧的，贴在门上的。那是把这个女的要烧了。那我去哪儿是？我是应该回到那个哪儿烧吗？就是我回到这儿来烧吗？我试一下啊。哦，真的？不好意思，不是要给你拍照，我是要把你烧了。OK， 柜子里。哦，这下拿到听筒了。嗯，然后就去那个传达室。然后他在家里安了一个，哼，经常骚扰工作人物业，什么设定？好吧，听筒放上去，打电话。电梯归我。嗯 ，OK， 电梯归我是好事儿。
哇，这电梯里不会有鬼吧？嗯，九楼的按钮坏了。哎，但是多了个 B 一，咱们先到 B 一去看看，看有啥。哇，这不会开门就是鬼吧？哦，好恐怖啊！那 B 一开门是啥？哦，我的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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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让我想起那个红丝带的恐怖故事，有个车，有个密码，与……哦，我想起来这是啥？这是那个，就是那个门上贴的年画，是不是就说这个鱼好像是在……哎呀！元宝好像是在八层，因为弥勒佛养的。嗯，鹤哪个是仙鹤呢？仙鹤好像是在六层，这个是在五层还是四层？这个是在二层，试一下。哎，对了，我居然蒙对了，还有一个针，黄的、红的、蓝的，应该是待会儿放到哪儿，它就能自动显示出一个密码吧。或者说他就是先看这个，然后很多笔画的这个帖子，这帖子有什么用啊？嗯，不知道。这车有个时钟，没表。哦，好 ，OK。这就是啊，这还正好三根针嘛，时针、分针、秒针。OK。然后呢？那我啥意思？我怎么知道现在几点了？然后呢？不明白。然后呢？就是，哎，有说之前有提到过时间吗？就是说今天晚上某点，就是你把表转到几点，就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。这个车上有啥？这啥玩意儿？哦，哎呀，拼画，我的天，四乘四的挺难的，还，三乘三的比较好拼。这次关键这是个什么？好像是个马，但是你这个哪个是第一块儿？这个云反正应该是在顶上。对，我先看看啊，是不是这块在它的右面？我先试一下。不对呀、啊，这个像是个山峰，应该在顶上。那这个应该是它旁边的一块。嗯，先把山峰放到顶上去，然后把这块拿了，好像对了。然后这个云还要拼一半，第三块是啊，那是这一块，对。OK。这个游戏其实有个小技巧，就是因为你要退，每次退一块，就比如说你这一块本来在这儿，这一块你要放上面去，但这一块被占住了。但有时候你是需要把这两块退出来，然后把这几块交换一下位置，然后再放回去。以前我玩过这个小游戏，对，你比如说这样，对对对，这样。哦，看到了，你看它边上有个这个黄色的边给你提示呢，就是这个。它中间是这个偏绿色，旁边有一圈这个稍微发黄一点，啊，那就好拼多了。对，你看头上四个肯定是对的，对吧？就是它这个边儿都对上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左面，这肯定是左一，对，就是第五块，咱就横向数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九十十一十二一直到十六啊，就是说，咱们横着数，数这十六块，这就是五，这个应该是九。但是其实你应该拼六，六七八九其实是有点难度的，因为你这个，你压根都不知道它应该怎么玩。这个是六吗？感觉不太像。中间几块比较难，那你中间几块是没有这个边，好像这一块是六吧？对，这块拿过来试一下。对，这块是六，这块会是七吗？试一下，你看，先把这两块退回来，然后把这块转到正确的位置上，好像是对的吧？八就比较好弄了，八应该是码头，对，八应该是这一块，
不够，再多腾一块出来，放到这儿就够了。对，然后咱们先看它少的是哪一块啊？少的是左下角的这一块，对，它没有，你看它没有左下角边，就是左下和右下都有边的那一块，它应该少的是那一块。那先把这一块九放对，然后，这就比较难了，得换好几次才行。不行，这两块还得换一下。快了，快了。中间这两块还是不对。对，这两块是拼在一起的。哎呦我去，这绕不过来了呀。地方不太够了。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这样行不行？还是差了一块。哎呦我的天，两块老是解不开呢。这两块也反了。哎呦我的天，这下了。他怎么才能，我忘了他这个四个怎么才能，这不交换其他块情况下换其中的两块，有点忘了。做到，但是怎么做到，确实有点忘了。先把上面这块摆好再说。对了，这个马，这也开了，这儿的谜都解完了。然后呢？回去烧马，对，还香车美女，又是马，又是，对，看看有个啥望远镜，他要看对面的，拿望远镜偷窥人家。OK， 咱们也去偷窥呗。2、3、4，上面的我不记得了，要照一下。5、6，6在这儿。对，来望远镜偷窥一下，那是不是都是鬼啊？看一下，这什么？往右指一个，然后呢？然后这个是红色左下，黄色右上。你
凭什么在这时候出现？我照的第一瞬间你不出现，我把照相机拿回来，望远镜拿回来你才出现，太可气了。嗯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呦我天，去 B 一调整那个钟。哎我天哪！哎，设计的太阴险了。哎，我的天哪！哎，玩这个游戏真的是得内心强大，要不然真的是还是挺恐怖的。来吧，调这个钟。这不行啊，你哦，蓝色先调好。那你，你调黄帧就必须先调红帧。完了，我是不是转过头了？黄帧是10还是11啊？红帧就可以随便转。哎，对了 ，OK。嗯，其实黄帧转过头得多转一圈，很麻烦的。然后他给我给了啥？时钟。时钟是什么东西？他说啥？看一下。那老的时钟，我这时钟有啥用呢？不是你这句话也没变，虽然这句话已经很荒谬。我这时钟有啥用呢？哪儿能用到时钟呢？你说这玩意儿，这儿有遗愿上有写时钟吗？对，美女烧了，骏马烧了，死后总得有人给我送钟吧？就给你送个这个钟是吧？哎，给你，那你也不要啊？嗯，他这个，哦，他这个人烧完真的就烧到他的那个照片里去了。哦，我给你送钟你也不要啊？应该是这儿吧？对呀、啊，那不然能是哪儿呢？送钟，而且这个提示也是中文谐音梗。没有啊？哦，原来是放到这儿。哦，然后他就笑了。哦，然后他就不会阻碍我啊，这样我就可以上九楼了。OK。哎呀，你大爷，您事儿还挺多。对，我这个还真是送钟就送到这儿了，好吧。Anyway， 这个梗肯定老外也是没。哇，这个望远镜还在，我的天，好恐怖啊！这望远镜在看到另外一个鬼，他已经不在了。那是不是我现在随便走都可以上楼 ？OK。八楼，上九楼。哎呦，终于上来了，出去照一下。操，没有。然后呢？然后去我自己家门。子服，子服是你吗？你往后站站，我用门禁看看你。啊呀，那个白衣女人跟在你身后。啊，在我身后。哎呀。一个道士给我给的符 ，OK， 子符，嗯，把符放在门上，这个符呢也放在门上 ，OK， 然后呢，然后把这个也贴在门，嗯，真的吗？开门，OK， 相安无事。刚才那个老人真的。啊，那个老人真的好吓人啊！关键他那个弄的那个脸，我的天！而且他出现的时机真的都特别讨厌，就是在你认为没鬼的时候。OK。我没事，子服，你也没事吧？我早上醒来就看不着你。没看到你。以为你先去了酒店。然后他就去那个排练婚礼。那里一个人都看不到。没有人。然后只有一个姐姐像幽灵一样长。我怕白衣女人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在酒店找到你后，就被那个白衣女人拉了出去。我好不容易挣脱，却找不到你，电话也打不通，就回到。然后他又回来了，然后要去，为什么要去那个村子？对啊。几天前我遇到过一个道士，他说我近日有阴灾，缘由是家中亲人。但是一个鬼啊，这个骗子，我哪里还有亲人？环绕他的这个家庭。结果。Hunt 本来就是闹鬼的意思。今天看
到那个白衣女人时，我就想起了小时候的事。有天夜里，有一天在这个村里的坟场见了一个白衣女孩，长相和我一样，一晃眼就不见了。后来我又见过她几次，就像在看一面远处的镜子一样。好像她像是跟我一块长大一样。她也在随我一起长大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双胞胎姐姐和妹妹，即使不相信姐姐死了也能跟妹妹一起长大。这个设定也很奇怪，然后说就是那是他自己心里的影子，还是他真的姐姐呢？要不然怎么能跟他一起长大呢？所以，我想如果我遇到了什么怪事，一定和村里见过的那个白衣女孩有关。她是人是鬼啊？难道是传说中的什么二重身？二重身，她跟我的想法一样，就是她自己的另外一个人格嘛。我的有一个姐姐，我听过姐姐她真可怜啊，因为这些愚昧的风俗被爸妈遗弃。By her own parents， 我们要怎么办才好？那不也是 my parents？ 遇到的那位道长，对啊，请他帮帮我们吧。Okay， 竟然是你！几天前指点过我的道士也来了。看来是贫道该有此命，不得不管此事。日一落山，阴气加重，务必在临时鬼门全开之前了结此事。我了结什么呀？我有什么好了结的呢？又给我写了几个符，然后按你说法，当年他被丢在城隍殿里，然后他的灵魂魄却没有被拘走，该是发生了什么异事？然后他的孤魂野鬼游荡人间。他命数贫道，在这符纸人上写了其名。你拿到城隍庙告他冤状，城隍庙去告他，惊动鬼差，将他拘走。然后就会把他拿走。只是相关之人能告，你对其妹除之后快，故令其不可出此门。只有你独自前往，他摄取我的灵魂。然后我要走了。子服，okay？